今天来这里拍摄《纳木》这首歌的舞蹈视频。这首歌的编舞是我和我的舞蹈老师一起来完成的啊，虽然它看起来像是现代舞，其实它里面不是说光是现代舞吧，而是用我徐明浩的方式去用肢体去展现这首歌，对，所以它算是现代舞，但也不能说完全是现代舞，对，只不过是我的一种的表达方式吧。然后这次的这首歌也是和我的舞蹈老师一起把我之前我记忆中比较累的时候或者是比较痛苦的感觉，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找不到爱 So why 坠落到哪里，在哪里。然后这次我和我的舞蹈老师一起来出演这个作品，在里面我们都有心中我们想的那个角色，但是其实我不想把它说出来，我希望你们看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情绪带到我的作品里，我觉得那样的话可能会更有意思一些了。末日之前在呼喊痛苦的声音，可是身边没这首歌从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想把它发表出来，而是真的就是想记录一下我的曾经有过的感觉，我想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像我的话美好的记忆可能会保存下来，但是一些痛苦的记忆，一些比较失落的记忆，那些不太开心的记忆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就会忘掉，但某一段时期的这种记忆吧，现在对于我来说可能非常的珍贵，所以我不想把那段记忆忘掉，所以用这个作品，用音乐，用舞蹈，用我所有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全都表现出来，来记录当时的那段感觉，那段感受。今天的拍摄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满意，然后也希望这个作品可以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希望你们可以喜欢。